我们作品名称叫蚕园，是因蚕花取其第一个字蚕，园则是希望这项技法能够延续传承下去。蚕花制作的用具有绣线、铁丝、厚纸板、剪刀及白胶。我们蚕花的制作过程，首先厚纸板沾上白胶，粘上铁丝，用绣线缠绕，缠绕绣线时避免打结或重叠，才会显得表面光滑。白胶需随时补充，才不会显得毛躁。最后的完成品，这是传统的蚕花，有阿妈灰、犀牛灰、婆婆花。婆婆花比较特别的是，它代表婆婆，另一个代表新娘，两个结合起来，能够避免发生口角。再来是我们开发的现代时尚蚕花，有头饰，我们命名为彩蝶、项链，我们命名为垂圆、耳环，我们命名为吊坠、手环，我们命名为花环、戒指，我们命名为符节、胸花，我们命名为花艺。它还可搭配上白纱，让整体看起来有别一番风味。